诚实甲廉耻心的记得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。新闻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源用支持大家好，咱今嘛搁倒转来第二段，议员甲咱平阿产神拜，后搁共同搁来讨论。拄只啊头一阶段就是讲讲到讲这个啊，因南韩甲北韩的吼啊有抽搐，就是讲好的开始啦，啊希望讲成功的一半呢吼，咱对正向来看。啊，因为世界各国今嘛大家吼拢袂当轻彩挡步嘛，吼啊足侪迄落。啊，两个南门即半道袂好势，拢啊透过啊，这个看是第三者，还是讲啊，这个领导人甲领导人来透过这个谈判协商甲结论吼，啊，但迄落不得不的是爱挡步，才挡步啊。但是即马呐，眼睛看吼啊，这个要挡步的机会是真少啦，当然的一定会迄落嘛，因为挡步落去呢，对这个经济也好，吼、哦，对这个人类的思想也好，迄拢不可估计啦，无法度估计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咱啊第二段倒转来到先拜，咱共同咱过来啊，讲到伊讲啊来为南北韩这件代志啊来看这个台湾安尼，嘿。啊，这大概有种啊有种想法想，啊你未免将咱。台湾这个吼，但海峡两岸这个军事对立嘛吼，哦，啊，你比如讲，那时候看足严重个啦，哦，那时候我们这个台湾做战争，那时候随时搞安尼，哦啊，哦，无啦，无人安尼想啦，那台湾人袂安尼想啦，台湾人都好。好骗，啊！都台湾就是迄落戆牛啊，啊！都惊死，唔知走啊！吼，惊死，佫唔知走的迄落民族性哦，伊袂感觉讲啊，台湾随时都会引起战争，安怎在惊这個？对这个国家大事，台湾人较少人在关心，有在关心的拢嘛是吼，因遐的这落政治人物，伫遐在迄落啦。嘿，歹势，你佫继续讲嘿。好啊。啊，我是讲即款讲话哦，即毋是咱主讲个，毋是咱讲。我即嘛是支持你个吼，支持你个。譬如讲吼，即、四月中旬嘛，吼、哦、四月中旬就是我有咧讲即个啥，我已经顶几集来，即我有讲过一，即阵只福建。泉州湾，迄、那个叫做叫做军事集团演习，即件演习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件演习代志啊，吼、哦，即、這個、因为即演习的代志啊，伊中国大陆伊有正式吼、哦，公开讲，讲伊即个军事演习吧，即、這个炮灰演习吧，是针对即个台湾即、這个。行政院长赖清德所表明的讲，伊是台湾独立的行动者，政治工作者，哦，就针对伊款做法、看法，针对这个事件安尼。啊，这个代志以前啊，中国大陆发布这个演习的时阵啊，咱了解台湾这个啥行政院长。行政院是发言人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发言人，吼、哦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无啦，这个奈个，那有讲针对台湾的行政院长迄赖清德所表示的来动作，这是因为伊是中国大陆，吼、哦，例行，吼、哦，因为例行拢军事演习嘛，这唔是针对啦，吼、哦，意思讲，这个。甲行政院长赖清德所讲的，伊是台湾独立政治工作者，吼、哦，诶，即个表示啊，无关联啦，啊，无关联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即个台湾即个行政院长，吼、哦，伊即个发言人讲即话，意思就足袂干嘛，就是讲，台湾两岸闹啥物战争，闹可能，无可能嘛，对不？佫
根本就无可能代志，还是恁家哦，恁家的哎，无话爱话讲吼，啊，点啊点啊，无代志咧舞咧舞代志出来安尼，啊，但是事实唔是安尼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正就是讲要讲这個行政一定有反应的人，伊先讲这话意思是啊，就是讲，嗯，啊这台湾就太平无代志，啊，就恁那人咧啊无话讲话，啊讲啊遐写咩什么，哦，啊这就是。这就是啊，咱一般台湾百姓的心态啊，拢是感觉讲，无啦，无代志的，哪有代志？我才有代志啊！我讲迄个赖清德讲迄句话，讲我是迄落中心迄落中枢台独的工作者，伊为少年讲到老，啊，伊去中国去啊卖水果的时阵啊，去交流的时候，伊嘛安尼讲啊，伊伫底啊拢安尼讲啊，伊为迄落。市长什么一路讲来拢安尼讲，啊，伊讲迄落，伊做过立委无？有，嘿，伊嘛是安尼讲啊，伊拢为少年念到老，就是安尼讲，我著从事这个迄落台独的工作，即个就是讲，我认定我这世人要奉献予台湾，要为台湾做代志，安尼尔嘛，嘿啊。啊，所以啊，这是安尼吼，这。迄是中国人无。无迄款的雅量，听话听唔捌当袂当，伊要欺负就欺负，啊无可能讲一句话就伊就要借，他就借势借端，啊要来欺负，要来甲你加强，甲你吓惊的安尼啦。哦，我就感觉讲吼，这你做一个大国吼，足无品的啦，这有影流氓，迄个土匪，迄落你若讲做这个大国吼，你要做老大哥，你要领导人吼，你爱对人较好咧，吼人安怎咧，人唔带会轻薄你。啊！你当袂当要抬要挂，人要轻薄你，对无？哪有迄款的？啊，搁一挂人吼，啊，一支嘴哦，就是讲哦，我搁看到迄一个较早什么第一政干迄个，嘛是讲哦，我吼足有办法的。我你若讲要战争，讲这个中国若要拍台湾，你有我五分钟，我一通电话就解决啦。我伫迄边外，迄落什么？迄、那个人脉啦，吼，多好，会当化水会跟同安怎？对啊，好啊，啊你着去化十几年安怎？啊你哪会？你着好心，你着去甲伊讲啊，讲你毋通爱改变这个历代领导人，讲恁对台湾毋通用这个方式，因为过去呢是蒋匪集团绕跑来做难民，你是跟国民党、共产党两党在那边。斗争，那跟台湾人民、跟中国这个人民哦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哦，也没有关系，跟两国的人民都没有关系，是你们两党在斗争。啊，都好嘴去给他讲一下嘛，讲你不要去台湾党务哦。啊，咱都伊若讲好安尼好，你做老大哥，好，我拢钦服你，我拢跟随你。我拢对你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这着违反人类的迄落思考，当袂当吼边啊！你一个土地遮尔宽，啊边啊一粒岛屿啊，尔你着啊，感觉唔所有的全力拢要来对付台湾，迄讲袂过啦！迄你看国际上几个人喜欢他，足侪国家拢不喜欢他，吓啊！啊，因为这样。这个，因为伊台湾的这行政院长赖清德，伊讲的话吼，伊讲的伊这毋是伊赖清德个人讲的，伊是代表台湾2300万人的行政院长，就是宰相啦，台湾的宰相嘛。啊，这当宰相就是伊代表2300万的台湾人民嘛。对啊，伊当然伊讲话袂当代表伊家己，要代表所有整个的这个台湾，啊无伊做行政院长要创啥？准讲啦，咱公民投票啦，若是讲这个有百分之几的迄落门槛，讲啊，我不爱互中共管，我不爱互中共统一，啊又何尝不行呢？你感觉迄个乌克兰什么人吼？乌克兰，爱斯基摩人迄个所在啊，伊长期拢伫迄个什么国家吼，拢家己拨经费予伊安尼，啊，结果伊个国家才60000几个尔，啊，伊讲哦，我即马想要来独立嘛咧，你看人迄伫迄冰天雪地住迄落雪迄个所在，伊嘛讲伊要独立，
啊，迄国家讲好啊，那很好啊，恭喜你啊，那你就独立吧。那就是有度量嘛。这个世界欧洲进步先进国家的人的度量，甲这个中国人的迄个心胸狭窄安尼，我边啊都袂当，人袂当喘一气，喘一气都要封要台安尼。所以讲，这中国人看什么人去甲伊讲啦，讲你莫怕台湾安尼，大家拢天下太平，安尼尔嘛，都安尼尔，唔免遐尼复杂吧。好啊，所以这是讲吼，但这个罗清德咧讲，伊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嘛吼，伊这句话是代表2300万人讲出来话嘛，啊，讲出来话就变成讲，就是台湾已经是台湾独立嘛，台湾独立嘛，啊，台湾独立来讲，对中国大陆来讲，伊这变成台湾独立，若全民同意，嘛无法度，人嘛爱独立起来啊，这是世界文明人类史的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讲啊，迄囝都遐尼济啊，啊一个讲我要分出去住，啊手啊大长都爱分，话迄拢正常诶嘛。哎，啊，所以伊即个讲话的时阵哦，伊毋是讲像过去咧做台南市长哦，啊是讲做立法委员咧所讲话，因为你台南市长你是代表差不多讲哦几十万台南市民嘛吼，啊你立法委员嘛，你另外是代表讲哦，我加十万一二十万诶。这选民尔嘛，啊，但你不是哦，那立法委员不是代表几十万的选民哦，选票几万张啊，选票几万张啊，都会掉掉。但是伊是立法，伊立迄个法爱互人迄落，互人遵守的。这都伊都整个安尼，这都整个台湾啊。无啦，这啊，即马是讲代表讲伊的选票。啊，即马有迄那是你行政，有诶无选票的呢？有迄落政党提名诶无选票的，啊，伊讲话敢伫迄落立法院立袂翻呢？那安尼毋都无准算。啊，但是人伊就是只要身份下这个立法委员哦，伊立袂翻，大家拢爱遵守啊，那通过者。拢爱遵守。啊！即马这吼，罗清德伊咧讲，伊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嘛，吼、即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伊是台湾的第二大人嘛，代表台湾2300万人来讲这句话嘛。啊，这句话就是讲，台湾就是台湾独立国嘛，这是足明啊嘛。这是向全世界。台独也毋是，也毋是甚物罪啊。迄台独就是国民党号的，啊，迄落国民党伫遮六七十党，毋是用独台。哎，哦，啊，用独台。哎，哦，啊，这个当然咱有，哦，有一部分台湾人讲，啊，这款是思想嘛，这哪有啥货？这讲话台湾真普遍嘛，无啥货啊。但是，这是中国大陆的，伊的六权的人咧讲。你诶，看法就无同啊，因为这就是讲，啊你台湾就变作讲一个嘛，变作一个嘛，啊中国大陆一个嘛，吼、哦，嗯，啊，大家和平相处，好、哦、啊来，哦啊，这你既然一边一个啊，啊一边一个就讲，这就是讲，以中国大陆算讲，哎，安尼伊算变作讲国土问题嘛，国土问题。哦，中国大陆是国土问题。啊，佮经过一个乌水沟嘞，那也是国土。哦，啊，伊既然国土，我请问你啦，啊，伊迄个蒙古，伊哪会挂出去，互伊家己去承认？蒙古伫迄个伫联合国，伊嘛有设处呢。你蒙古哪会互人？你的国土不可分割，啊，为什么把蒙古割出去？较早是秋海棠嘛，啊，即摆煞变迄落，迄个伫伊个国土顶悬安尼硬生生安尼割出去，吼。和蒙古共和国成立吧，啊，咱才阁经过台湾，阁经过这个乌水沟，这么远，根本就唔是国土啊，唔是，什么拢唔是啦。第一就是无赖霸权的心态啦。第二就是讲咱台湾吼、哦、有战略啦吼、哦，啊各种的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商道啦，什么都安尼，通好运用的。伊是讲台湾这块是肥肉，啊，伊要吃起来安尼意思啦。迄个迄落什么历史？迄落因写的迄落什么传什么传，迄、那个就写讲台湾自古不是中国的，不是跟中国没有无牵结就对啦，牵结哪啦？因家己的作家就因家己的迄落什么就安尼写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，变作讲吼，伊中国大陆一定爱
爱党兵党务嘛，无党务的存在，变作讲你中国变两国嘛，变两国，哦，这是你以北京的执政者一定会做这款处理嘛，哦，你看，比如讲最近哦，差不多半年前还是几年前哈，啊，美国有放掉讲伊的美国的这个军机还是什么的，要订约高雄嘛，哦。结局中国大陆迄个美国驻美国迄公使伊就讲，伊讲你美国迄间啊登陆高雄的时阵，就是台湾，伊要迄说台湾的时阵，台湾统一甲中国大陆统一迄一间，嗯，就是讲，迄是最后迄间啊，啊要统一就是迄间尔，嗯，哦，这就是讲，因为这伊国土问题，哦，伊不可能。啊，无我来讲啦，咱台湾人有一种的。病吼，拢爱听迄落鲁莽的话，歹人的明知伊是歹人，伊要来侵占你，咱拢听伊的。啊，奇怪，伊奈唔听咱的，咱讲安怎，伊爱加减听啊？唔是呢，因放一个屁，咱就讲香的。哦，迄落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一个啥，啊，咱就爱听伊的。伊讲一个啥，就爱听伊。你看伊偌无水准呢？迄个讲一句的迄个人啊，伊伫迄落美国吼，伫访问中间。啊，人有安尼讲尔，安尼，啊，结果伊就伫迄落美国个顶悬，伊就共呛声呛安尼。我咧想讲，你是啥物啊？迄人是讲哦，先进民主人无爱迄落，啊，若无哦，你若讲哦，你若去中国迄边，你呛看卖啊咧。所以讲哦，我讲哦，即种个迄落拢违反迄落世界和平，违反人类先进，啥物迄落？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，这伊拢总违反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哦，这就是讲，即摆，咱即摆讲这有诶目的啊，就是讲，台湾做战场，毋是无机会，哦，咱拄则已经讲过啊，哦，啊，比如行政院长赖清德公开表明，伊是台湾独立，哦，政治工作者，哦，像手腕话讲出来，啊，是讲美国军舰要咱高雄登陆。哦，迄天就是台湾甲大陆，哦，伊讲统一的时间，哦，即款这拢是吼表面讲，台湾做战场，毋是无机会，有时间我会到，哦，这已经。那哦，伊讲有机会就有机会啊，你毋着看世界各国要互伊机会无？日本要互伊机会无？韩国这边要互伊机会，伊个若当着台湾，你看影响规个亚洲，整个亚洲人敢要互伊机会？莫伫遐咧迄落大鬼伫遐咧吓小鬼安尼，伫遐咧吓人安尼啦。我来讲啦，迄军舰来安尼说者停者咧，迄无偌严重啦。你较严重个，你看人伊美国 AIT 迄伫内湖遐人用一个迄落。遐啊，吼，大赛馆伫个遐啊，啊，因的部队嘛拢到位啊，啊，早着相片拢印出来啊，啊，伫个落，你讲迄个什么所在啊？迄个新店，吼，人用迄个雷达，迄落雷达遐啊，迄人嘛是得用啊，啊，你那迄毋是较严重？你中迄落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若讲军事方面，你有一个风吹草动，人个雷达看甲清清楚楚，啊，你若毋去讲要先迄个切掉，啊，你若讲人船来遮停一下，休困一下，加一个水，加一个菜，你着伫遐要死要喵安尼。好啦，啊，咱想我想提出来讲啦，因为你若讲着讲中国常常讲哦，要来歇息台湾啦吼，要来统一啦。我请问啦，即马咱台湾人的生活，甲因中国人的生活差足济啦，吼！啊，这个语言嘛，语言差，生活水准、水平嘛差。啊，干那几个啊城市吼，讲真进步啊！啊，若因的迄落所在有影比咱水准，啊，搁咱台湾人的心性，咱是海岛型的，伊迄落人民的民族，啊，因是。大陆的那个山来的迄种的迄落民族，甲咱无共款啊。所以讲，伊讲要来统一啦，你来统一了，台湾人会服伊无？台湾人生活敢会惯习？嘿，咱即摆休困者，等下你阿咪大哥倒转来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。